这奶奶。奶奶没听见是吧？哎，你这鞋子，嘿，你干嘛？你自己看一下，你那鞋子到哪里去了？啊？搞什么鬼啊？还有一只鞋子呢？还有一只鞋子呢？你还看我口袋干嘛？还有只鞋子到哪去了？把鞋子丢到床上去了啊，越来越过分了啊，还知道开个电风扇。出去出去出去。你要去哪呀？我去洗衣服，我去洗一下这个垫子。洗衣服把它带去。那个我来了，这个我来了，帮你带过去一下。可以，就这样可以。都去绷紧一点，好拿一点。你就想出去啊，是不是？把这个放起来，放起来，把手上的东西放起来。下去吧。走，下去。走。你在下面拿，快。让他拿点东西。你拿，你去拿什么？你把这个篮子给他提吧。你去这个。提子。提子，给他提。我提是自己提，让他自己提。你拿不拿？你拿不拿？他不拿的话。看住，这个还陈阳的学校里的桶子啊。里面都还有绳子在里面，这个帽子怎么没了？是啊，发没了，我都没看懂。去把这个拿给奶奶，把这个自己走过去，从那边走过去。怎么给？你叫一下。哎，对了，这个也是叫啊。给奶奶。奶奶没听见是吧？那你坐下来吧，坐在这里等着吧。那你自己去玩吧。亮一下。他学校里拿回来就没有洗过啊。我都没注意看，我的绳子也发霉了。你看你这背上的衣服又湿了，哎，热的啊。我先过去了啊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阿姨，拜拜。拜拜，西西。